时间过了真紧，一百年已经九年。苏迪芬馆长感谢大家支持甲拍拼。前年的馆长平均一年借款35.2亿，苏馆长任内平均一年只会当借款2.9亿利益。在这种困难之下，一个人当作一颗钱用，咱创造几多项全国第一。举办台湾头一摆农业博览会，全国第一名农村再生，连续八年的全国农技展，农技住宅补助全国第一，设施农业补助全国第一，全国头一个农民大学以及有机专班。推动安全农业，有非化学农药防治有机农业补助，国际食品店行过23个国家，连续七届10大伴手礼，创造500项商品的知名度，减碳造林1104公顷，农业首都，产值第一，欢迎头一摆解放空间，管地。变成囡仔乐园，官府变成亲民空间，公务美学经济公园，到达后火车站，幼稚馆，罗岗游乐中心，斗南火车站广场，斗南铁道仓库，文化力。咱增加了5倍以上的文化资产，留予子孙。二轮分住所，西里东市场，斗六旧警察宿舍，斗六省旗纪念馆，虎尾故事馆，虎尾合同厅舍，北港女儿桥。活化历史建筑，激发爱乡意识，青年参与在地社区营造，在地居民打造农村再生。社区 PK 赛超过250个社区参与，百里农塘水库的保留，绿雨水共生的农圃生态园区，为着治水，96年成立水利处，当这时。云林是全国饮水上界严重所在。这几年，彩虹管理维护水门安全使用，增设维护抽水站、保安寮抽水站以及制洪池、交情红桥闸门、尖沙大白乌口桥、宜湖制洪池、水际川路防护。新虎尾溪中正桥下游，94年大过，饮水面积占全县1/4。102年，灾情已经减轻真济。教育力，咱投资硬体建设50亿，软体超过30亿。校园美学，160间学校31亿，6间摕到国家卓越建设奖。5间摕到全国建筑原野奖，台湾头一个学校厕所 PK， 全国各中小图书室全面整建，增加新册40万本，绘本馆、漫画馆、二手玩具屋，台湾头一个。有机生态校园、华德福实验教育、飞天艺术教育、生态地质国中秀、夜光天使、酷奥补教教学、补助弱势家庭、早等甲中道等，聘任专任运动教练33位，
美丽婚姻经验是需要延续，未来婚姻环境伫咧农业首都幸福铁三角的基础之下，去熟悉咱的产业、文化甲环境。婚姻这款的偏向，这几年来有真多令人感动的改变。希望婚姻人唔通忘记你家己的好，和咱做伙用心预约幸福未来。美好婚姻的经验，需要延续。